英国女王与默克尔握手。按级别默克尔，应该英国给女王行跪拜礼。然而铁娘子才不管你是不是女王，只是正常的与女王握手。德国与英国都是欧洲强国，默克尔有这个资本骄傲。更多精彩请在右上角关注我的头条号新新国际，欢迎留言点评点赞。 N 图二是沙特国王与英国女王。在沙特只有见到国王才会鞠躬，两个人，一个是英国女王，一个是沙特的国王，从级别上来讲两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互相问握好就好。 N 图三是英国女王会见奥巴马。奥巴马在日本会见日本天皇的时候，给天皇鞠了90度躬，表示对天皇的尊敬，而会见英国女王只是握手。奥巴马这是看不上英国女王。 N 图四是英国女王会见英拉。英拉典型的东方女性，端庄大方得体，也非常的有涵养，对各个国家国王都很尊敬，所以不管见到哪个国家的国王都很有礼貌的行跪拜礼，以示尊敬。英拉不仅长得漂亮，素质也非常的高，你们觉得呢？ N